拧下螺丝，拆下平板，按 F1 开机 ，OK。松开这个螺丝，移动机头来回两次，拆掉这个夹头，装入一号工具。使这个值在负的240正负50个码 ，OK。插入一字螺刀，调节编码器的值为244，如没有244，可以旋转解决 ，OK。一定要为负的244，负的23，移动这个轮子螺丝正面朝这儿。锁紧螺丝，按一个个退出，按 F1， 按 Yes， 按 VP， 左右不会动。OK， 这里好了，按一下 VF， 升降机头，按一下。拆机档，按 Serial